大家好，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，咱们走胡同看北京。今天我到北京的偃月胡同去走访，遇见一个东北老哥向我打听，这里有一个枣树王在什么地方，我还真没听说过。后来他说在92号院内，这样我们俩就走进院内去找寻了一下。我们俩左转右转也没有找到，里面就像迷宫，差点没有走出来。走到门口，遇见这院里的一个老哥。他说这棵枣树在一户院里，根本就看不见。后来跟老哥一聊天，老哥同意带着进去看一下。这回大家有幸跟着看一眼500年的枣树王。就带上房子就没有了。通过去了，就原来那儿通着，全都通着了，都是。对。枣树啊，它不像别的树，那个梨树，它长不了700年。对对对，你看桃树就十几年就死了，自己就死了。对，长这么大的一树。您是咱们北京人吗？北京的呀，我听您那口音啊，对，东北人。这您一听，对，东北人啊，我是北京的，我以前那哪儿的那个，向林街那边，哦，长春街，国华商场，哦，知道知道知道，那边，这咱们得看一眼，我操，今儿来了，对。树王啊，你看看见什么呀？你看这棵树，你看，枝杈都死了。对，照一下。这就这儿啊。这不让进了是吧？对，这人就不了。那边一个事儿，这边还一个事儿。对。刚才就是刚才扫地那那户，还在门口扫地。这儿你现在你进不去。进不去。是吧？对。你一直住这儿吧？我住这儿有20多年了吧？20多年了哈。这边也没有拆的可能啊，估计没关系，也就是腾退好像哈。腾退，据他说腾退，这个这俩还是那个房管局的吧？不是房管局的房子。这是私人房啊？这不是私人房，这是这个单位的。单位的啊。那您住的也是单位？对，就是单位房子都是。单位宿舍似的哈。对。本身还没能进去。过不去。那刚才那，我看那大姐扫熟劲儿，就是那刚才那个。对，全是死的。原来这房都是能穿过去的，现在这个是穿不过去了。哪也没有，这不至于是。那他不可能，现在住房这么困难，原来的房他已经贴着人的房了都。再次谢谢这个北京大哥和东北老哥。最后给您提个醒，您挨这儿看看就完了，自己也别过去，过去可能也找不着。